真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在你心中可曾有我的存在？爱是不能勉强，若不能双方付出，最好就此结束。许慧欣老师刚才跟我讲说，你一唱女孩，她就感动了，因为很久没有人对她唱情歌，而且你唱的真的好听，而且她那个开口那个女孩，这真的是流传的民谣，对，就是还找不到作者是谁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就在部落里面会，在部落里面，哇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情歌哎，而且你感动了我们的女生的评审，现在很紧张了。从第一句我就觉得哦，然后唱到第二句，唱到副歌，我就觉得哦，真的很感动，真的很好，而且你声音真的很好听。OK， 恭喜过关，谢谢大家。